这就是你的家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我的家，平时住就在这里。这个 view 太美了。美啊，船屋最特别的肯定是它每一天都可以换风景。我真的很羡慕 Steve 哦，每一天都在度假，有谁可以这样子每天都在度假？啊，这个是先地壁，马路马路，这个野林子，哇，好大一个。追寻大自然，然后爱这个地方，其实就很容易找到最大的快乐。来，看看那边有没有人来了。